亚运会、亚运村项目全面启停。实际上，我们目前在媒体层、技术管理层、运动员层内装修都已经开始作业了。那么对我们的建设来说，任务还是非常的重。那么在2021年的话，关键我们还是要在做好建设过程中，还要筹划赛事运营的准备，因为整个亚运村比赛期间的赛事运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除了建设，后面能不能够把进来的人，就运动员、技术官员、媒体层，能够在让他们住得舒心啊，吃得放心啊，还是非常要紧。那后面我们要跟亚组委一起紧密配合好，策划好我们这个赛事运营的方案。